哈喽，我又来了，测评一下最近超火的39.9块三罐的捞汁老婆饺。我打开，我还没尝过，我尝一下。打开了，这是一罐，一个人一次吃一罐应该还行。啊，当时买感觉挺合适的，有硬黄，看，这黄也入味了。这块不要吃，这块是腮。有硬滑。肯定是有点腥味的，就是海鲜特有的那种腥味，肯定还是有点。不过这个汤的口味挺好的，就是这个调料味，我觉得是挺好吃。但如果平时海鲜腥一点的都吃不下，那这种凉的你肯定会觉得腥。但是要平时就挺喜欢吃海鲜的，这个腥应该能接受。我没有这链接，而想吃就看其他哪个博主在推，有小黄车的你可以去拍。还挺便宜的，值得尝试。就这样，拜拜。